从台湾到巴黎，再到纽约，最后回到台湾，谢礼法的彩笔、版印或文笔，都是基于强烈的母体意识台湾，并为台湾文化自主性与主体性重塑台湾的心灵。和台湾一直被送来送去的命运一样，谢礼法出生14天后就给人做养子，中学6年时光在生父母及养父母家之间搬来搬去，他的童年可说是在波动中度过。大学时，谢礼法在师大孙多慈画室作画，接受孙老师指导。他醉心于西方艺术，喜欢夏卡尔、梵谷、毕卡索等人的创作。1959年，谢礼法大学毕业，受邀加入五月画会，并于次年参加五月画展。谢礼法跟我大学是同班同学4年哦，后来因为年轻嘛，大家都向往异都了。所谓世界的异都，就当然巴黎嘛。学艺术的总想去巴黎，然后又进巴黎的美术学院。谢礼法呢，他本身呢是学雕塑的，他是巴黎美术学校的雕塑。人家说法国是非常非常自由的国度啊，但是我接触到那边的年轻人，他们都在说戴高乐是专制者，那时候经常在游行，左派的，还有反美派的，还有支持越共的，还有支持戴高乐的极右派的，各种立场、意识形态不同的，都会集合起来在游行，那所以感觉到在思想上非常热闹。那我去那里是要学美术了，在那里我看到一个艺术家，他叫 Yves Klein， 他是完全一种行动派的，那还有雕刻家加科米蒂，还有一个女的歌唱家就是 Edith Piaf， 所以这观念都给我很深刻的印象。还有那时候是存在主义啊，是沙特啊，跟那个卡缪这两个人印象最深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都给我很大的效果。旅居巴黎4年，谢礼法常去罗浮宫及梵谷安息之处，也开始对美术展演的历史脉络有了兴趣，并燃起了为台湾写美术史的念头，同时也创作了巴黎生活百态与婴儿与玻璃箱系列作品，作品中充分反映出西欧的人文环境对来自东方的谢礼法造成的撞击。由于谢礼法常与人讨论台湾的何去何从，因此被列入台独黑名单，被迫滞留海外。在纽约期间，谢礼法受到了 SOHO 照相写实的激荡，并借着看美国各大美术馆的收藏，目睹了许多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西方艺术创作。另外，谢礼法也延续在巴黎时《婴儿与玻璃箱》的创作，并继续钻研版画。谢礼法的版画创作集中在1964年赴巴黎留学到1974年纽约西贝兹艺术家工作室期间，其风格或题材可分为宗教、婴儿与玻璃箱、战争与和平、纯造型以及纽约生活等系列，充分反映出谢礼法对于当时生活和艺术思潮所做的回应与思索。
谢里法的版画备受肯定，到纽约的第二年就获得教育部全国美展第一名，并在幼师文艺写版画专栏。他比我先到美国，他也到普拉德去学绢印，特别是用照相制版的绢印。然后他做的铜版，人家送到纽约现代美术馆，人家就收藏了。在纽约，谢里法以一个画家身份开始为国内各大报写艺评，并在新创刊的艺术家杂志连载日据时代台湾美术运动史，圆了谢里法以一个画家为台湾美术撰史的梦。我们艺术家创刊是在1975年，那从第一期就开始登，结果一登出来的时候反应非常热烈，因为很多的台湾的读者啊，第一次看到有人写台湾美术史，在过去这些历史啊，从来是被淹埋一样。因为在当初1970年代的时候啊，台湾有一个艺术的风潮开始出现，叫乡土艺术运动。但是呢，很多的台湾的前辈艺术家很少被介绍。那谢里法写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啊，是肯定了台湾前辈的艺术家，尤其是在日据时代，然后到台湾光复以后这一段的岁月里面，他们对台湾美术的一些那个贡献。另外，谢里法在美期间也为《雄狮美术》写在巴黎参观美术馆及画展的心得，及在信中与阿丽谈美术连载文章。1978年，《艺术家》杂志将日据时代台湾美术运动史的连载集结成书，而成为研究台湾美术史的经典的著作。事实上，它是承袭了早期王白渊关于台湾美术史书写的架构，并且呢，在这个骨架上去添加精彩的这个故事的内容。那谢里法自己也说，他不但是撰写台湾艺术史，他事实上也是从台湾艺术史的撰写过程当中去反映出台湾人的生活，并且在政治上、历史上、文化上的一个命运。就像一个写历史书的、写一个历史的这个书写者，他关照的是台湾的命运跟台湾文化的走向跟台湾文化的未来，所以带有很强烈的一种反思跟一种点醒。很多国家都有历史，像好像我的朋友日本人，他当然了、还有韩国人啊、还有香港人，他们也在谈论美术史的问题、还有中国大陆、他们也在要写台湾美术史，他们用他们的资料、他们的角度、把中国美术史最后的一个角落留给台湾、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自己不写，以我们做主要的、站在台湾的立场来看台湾史，这一定要先写出来。之后谢里法又写了《台湾出土人物志》《重塑台湾的心灵》等著作，打破了台湾艺术家内心的禁忌。他仿佛在台湾史阴暗的隧道中独行，沉思台湾人的沧桑，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台湾美术景况。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他最大的贡献啊，不只是啊将这样的一个断代史啊建构起他的一个骨架以及实质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谢里法先生以他独特的一种艺术家的眼光，所以几乎在他那样一种70年代的时刻，就把台湾整个美术史的这些重要的人物，他们当中这种艺术的特质，就做了非常深入而且准确的一种评定。比如他可以看出李梅树
这种油画当中的一个本土，能够看出每一个艺术家艺术里面的特点。包括陈澄波，他讲不是讲他是素人画家，说他是一个学院中的素人画家，学院是他的身份，素人是他的风格。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谢里法先生他敏锐的一种认知，使得这一个对台湾这些日据时代的一个艺术史的整个的一个内容跟精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确认。除了著作，谢里法的创作也没停下来。为了平息日渐深浓的思乡情怀，他想到童年时去中山堂看黄土水水牛群像浮雕，印象深刻，因此他以大画布画出农村与水牛的主题。谢老师他是都市人，他很丰富的、很幽默的来呈现不同的牛的解读。但是我是农村子弟，我小孩子的时候就是放牛长大的，我画牛是一种情感，很诚实的表现。谢里法初到欧洲时，深受当时五月沙龙、纪庸的收藏展、历代美术对光的诠释等的启发，让他见识到策展的魅力与创作的观念性。因此到了美国之后，就有了《山上一棵树》的创作。做了画布啊，分给很多我的朋友，所以我就规定一个山上面有一棵树，大家一个主题，一个构图，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方法，不同的了解啊，来完成他自己想画的。最老的有七八十岁的，最年轻有十几二十岁的，大家来画啊，有些带回家画啊，有些朋友到巴黎去分给巴黎的朋友，他们也帮我画，画了拿回来。还有在台湾的画家，在美国的画家，就很多，共同来完成这件作品。山上一棵树的创作，并非在作画前去思考要画什么题材、如何构图，而是直接思考要怎么画、用什么材料来画。这是他返台前较满意的作品。我的画到最后有一个领悟，所有的作品都是别人的，我吸收观念也是别人的，但是合起来变成我的。那所以我编了一本书，就是我的收藏集。啊，这收藏集的名字叫做《人间的零件》，都是零件组合起来变成一个人。有的作品是我去买的，有的作品是交换的，这些都是代表了我的机遇、我这个环境、我的时代，同时也代表我的喜好、我的素养，才有这些作品。这就等于是我的创作、我的艺术人生了。这个解除是主要是民国38年宣告的戒严令，那么解除的地区是台湾和澎湖，不包括金门跟马祖。1987年，台湾宣布解严，台湾文化艺术开放。第二年，谢里法返台探亲，看到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跟他多年投注的深切情感与想望都有明显的落差。在国外24年，等于四分之一世纪。那个时候对台湾，总觉得台湾的问题就是民主的问题，用政治性的观点来看。那所以认为是只要是台湾有了民主了，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那这是海外我们那一代人大多数的一个看法，所以回来之后好像是已经开始走上民主了，但是问题根本没有解决。为弥平回台后心中强烈的失落与感伤，谢里法开始到各国旅行，思考沉潜。他每到一个国家，就拿当前的台湾做比较，想找。